再拔这个，然后还要我可以用发动机开来来发电，发动机发电它这发电就可以照样可以把电瓶的电源是 12V， 这个它充到 12V 是 DC 啊， AC 的那个插头插座才会 work。洗碗啊，洗手啊，为什么我们水这表示水箱满的，可以开接外面了，走吧。这个黑水箱的阀门一定要关起来，公路上面关起来，关起来拔掉，哎呦好恶心。下面这个滴水小心，这个要扭回去。